前在华强北拿下一台14 Pro Max 256G 的还需要多少张 ？OK， 来兄弟们，然后今天我们依旧是在华强北的二手机批发地拿下一台14 Pro Max 256G 的啊，况且还是一台白色。然后最近啊，有很多小伙伴啊入手了一台苹果二手机之后，不懂得怎么去辨别它是否为一个原装正品的机器啊。那今天上来就来教你们一套专业的验机技巧。认真看完后，视频的结尾告诉你们今天这台手机的一个拿货价啊。那首先我们拿到一台二手机，就是要先检查一遍它这台手机的一个整体外观成色是否能达到你的预期标准。这台的话整体成色是非常亮的，完全是没有任何一点波动的光泽。那14 Pro Max 这台手机也是出了已经接近2年左右了。那该怎么辨别这台手机有没有换过一个手机后壳呢？我们看它的尾插充电口，如果一台使用了2年左右的机器，尾插充电口没有任何一点充电使用痕迹的话，还有这个金拨片，看它的夹缝这里有没有那个灰尘。如果说金拨片这里面也是一样非常干净的话啊，那么这台手机十有八九就是换过手机后壳跑不了的。那该怎么辨别它是否为一个原装的屏幕呢？来，我们进入下滑找到亮度这里，看它这里有没有一个原彩显示，如果有的话证明它就是一个原装的屏幕来的啊。然后我们再随意点开一个空白页面，把亮度拉到最大，仔细观察这台手机一个屏幕能不能呈现出一个非常细腻的光感啊。如果是换了国产屏的话，它这个显示效果是会非常差的，一眼就能看出它的真假了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辨别它的后玻璃，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手感去辨别，如果摸起来它有一种磨砂的质感那就对了，因为仿的后玻璃它摸起来是会有一种很钝很粗糙的一个手感。当然检测后玻璃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随便搞一滴水然后往上面喷，原装后玻璃它是能做到一个滴水成珠的现象啊。如果说是仿的后玻璃的话，那那个水滴上去之后啊，直接就会化成一滩水，完全是做不到一个滴水成珠的啊。不过这种的话更多还是要靠经验摸出来所得。然后接下来就是检查这三个浴霸摄像头，我们可以开启闪光灯，然后仔细观察摄像头里面它有没有一个蓝光，然后也要仔细检查好它里面有没有一个灰尘。如果说这台手机摄像头里面啊产生灰尘的话，那么这台手机大概率可能就是拆修过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打开相机，14 Pro Max 这款机型的话，它是有一个15倍长焦，你们检查相机也是一定要检查好，还有包括这个广角，这也是往往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看它这摄像头的0.5倍、1倍、2倍、3倍啊是否能正常开启。然后视频的话，它是有一个9倍长焦啊，也是要检查清楚，然后就是检查一下能否正常对焦。OK， 没有问题啊。那检查相机这一步到这里就 OK 了。Nice。然后我们进入设置检查面容。面容是一台手机非常重要的硬件之一，如果说面容损坏的话啊，那么后期维修的费用也是不赔的啊。OK， 面容扫描完成，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手机啊，它的电池是还有一个90%来的。像现在14 Pro Max 90%的一个电池容量，不高也不低。但是如果市面上啊出现那种100%甚至是90多的，那你们就要警惕它是不是赶了一个电池效率的啊。毕竟像现在90多电池的货，在华强北这边也是依旧非常稀缺的啊。所以这一点你们购机的话也是一定要警惕的。那么像这台的话啊，今天在市场拿货价差不多就是来到一个46张左右，然后咱们就只加2张多出给大家了啊。